蒋叔叔，哎呀，别过来啊！蒋叔叔，你把小萌放了，你想要什么都给你，钱，还有剩下你想要的一切。鬼才相信你会把钱乖乖的交在我手上，不过我挺佩服你的，能找到这儿来，是我那傻儿子告诉你的吧？我今天找到你跟蒋泽没有关系，而且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 他是不想让你再花入更深的深渊。别跟我来这一套！我是需要钱，可是你带来了吗？说白了，你就是舍不得你在上海的那点股份。怎么着？今天到我这儿是空手套白狼来了是吧？你也知道上海的股份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就算我凑齐这些钱也需要时间啊。况且现在我已经通知了银行，等我处理完手续，我立马就把钱给你。不是给我，是还我。 上海本来就是我的，是你老爸从我这儿抢走的。就算是我爸不对，可他都已经死了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不够，远远不够！我不但弄死他，我还要弄死你，让你们周家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嘿嘿嘿，让你知道了也没关系，你爸就是我弄死的。叶思荣的车祸也是我造成的。 我就是要栽赃他。哎呀，没想到你却信了。你到上海来的一切阻碍都是我设计的，包括现在。哼，你输了，我赢了。好，你赢了，你把小萌放了，你要的一切我都给你。<笑>你说的啊，好。嘿嘿，看见了吧？ 靠上，把自己靠上，快点！不要！别喊！哎呀！快点！ 把自己铐上，铐上，跳海里去！快点！不要！别喊！嘿嘿，快点！爸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赶快放了小萌！臭小子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这，这。 小萌，哎呀，快跑！哎呀，小萌，哎呀，哎呀！ 小萌，冷静！你放开我！你冷静啊！哎呀，冷静，小萌！哎呀，哎呀！ 麻烦你快上车吧。任务完成，嫌疑人已经落网。爸。
就是，抢救室，走，快！阿姨，我们已经到医院了，你坚持住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小萌，医生，小萌，医生，来来来，快快，小姐，来，小萌，病人头部大量出血，病人现在呈昏迷状态，并无其他病症，眼部对反射不清醒，昏迷指数三级，起搏器。